大家好，我是蔡师傅，今天我要来教大家一些新的才艺了。那今天要教唐老鸭与米老鼠。那这个他们的讲话方式，相信大家在童年都应该有看过。那我现在就先来模仿一下，让大家听一下。Hello， 唐老鸭，我是米老鼠。好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那个我们中文配音，就是类似这样子。那如果你要先你要学会米老鼠的发音，很简单，你只要背三太子附身一次就会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太子。啊、哦，没有啦，不是这样子，就是把你的声音提高，提高，提高，然后你这样讲话就会像米老鼠啦。然后就像有一点像曾志伟 这样子啊，我记得那时候那个 CD Pro 2 还蛮红的，嗯。然后接下来呢是唐老鸭，那唐老鸭更简单了，相信你有那个吐痰过，那我们吐痰的声音就是这样，那你只要在那个咔的那个声音，把那咔的声音记住。把这个咔的那个声音发音方式记住，然后用这个发音方式来讲任何的话，那你就会变成唐老鸭。嗯，这样子就很简单啦，这相信大家应该很容易学得起来。嗯，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